最后赢了就是直接知道是吗？对，赢了就赢了。啊，没有玩到。好，这场我们又是船员，好不好？希望让泽平活下去，拜托！很久没有活到赢了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不要再闹了，不要再杀我啦！求求你们啦！行行好好不，一直杀我，难过呢。应该 OK 吧 ？OK。然后他其实这个要跳超远的，这边还有另外一个，不要再杀我喽！这是雪兔，哦不。我们感觉我要被杀了，我们感觉我要被杀了，不要闹哦！哦，没有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阿姨，我以为是我被杀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是我被殺了。你在那个左下角，反应炉反应。谁在最右边的？谁在最右边的？我在右边的那个船长。那我等一下，我要在右边。我跟秀康在右边。我跟雪兔在那个在刷卡那边。我要说个防御管理术。那个博胜跟小光是从左下角跑出来的嘛？是不是？因为我是从下面走过来的，对啊。没有，我刚才是从那个管理室那边，然后往那个防御那边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只有看到小光是从左下角走出来，就这样。我在遇到光，那小光，那小光先投，是啊，好投，是啊，好投。哎，没有啦，我走过去，我没有去捡那个东西，我就从旁边走过去。没有，一定要投的，不然的话一定会输。完蛋了，跳小光，你是从哪里走出来的？他是从旁边在出去，看到他从左边走出来，所以就走过去。你发现的地方走过去，走出来的。可是我没有经过那里啊，我就直接就走过去了，我没有进去里面啊。嗯，那个尸体在走廊上还是在哪里？你为什么没有回报？我是在反应炉的身边，因为没办法回报。我进去，我怎么会看到？因为没办法回报。所以投谁？投谁？秀康，你投谁？完了完了，我投小光。完了，我相信。投也投不进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看不到职业，那也不知道是不是。对啊，看不到是不是？哎，好难哦，好可怕哦。啊，是有看不到，为什么？看我现在我调看不到了。哦，是啊，白痴哦，白痴哦。我刚忘记关麦，好，拜托不要再闹了，鬼鬼在这边，鬼鬼应该不可能了，鬼鬼应该不是，那我们还要刷卡，拜托啊，鬼鬼你不要再死了，你再死太夸张了，好，这个我们就完成了，然后这个是管理室有三个人，然后配件室有两个人，配件室感觉超危险欸。这边有四个哦，那如果管理室有尸体，那就是管理室的问题咯。配件间现在谁敢过去啊？感觉超危险的。哦，被关起来了。配件刚刚被关起来了。为什么？有尸体。欸，我刚刚跟那个，欸，我刚刚跟雪兔在看那个小地图。叫我看看鬼鬼，你们自己承认，你们自己承认。你们两个配，按头自己随便投一个。我在尸体旁边一直在点，一直在点。滴滴，我点不到他。滴滴，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不是哦，不是。那时候杀人的话，你们在后面一定抓。哎，刚刚什么状况？刚刚不是我们在那个刷卡那边吗？刷卡那边其实我们这边三个人在里面，还有哪两个你在里面啊？两个，一个是秀康，然后另外啊，不是，一个是博胜，另外一个应该是羽毛吧？我在右边啊，没有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有看小地图啊。鬼鬼其中一个啦，不在那边。对，雪兔这样比我下去，不是时机太快了。不是雪兔那个，哎，刚刚鬼鬼跟秀康都在我们的那间房间里面啊。如果是我杀的，你在我后面一定没有。然后小地图里面，我们那边有三个人，那个剩下来就两个人在配件间里面啊。那一个是博胜，另外一个是羽毛啊。那就是秀康和鬼鬼啦，秀康和鬼鬼其中一个。不是，这结论不对的。我没有杀小。哦，我懂意思，白痴，那就是雪兔啊。我不是雪兔，你们雪兔和羽毛啦。
我一直都在那个上面在看到底谁在那里、啊、然后我后面看到配音在配电视下去了，雪兔快下去了，因为我看到下面只剩下两个人在配电视，我就想说会不会有人死在里面，对，然后我就跟着大家一起下去，那另外一个不在就是羽毛啊，我看到一个蓝蓝的啊，就是羽毛不在场啊，对啊，羽毛啊，羽毛啦，我在右边啊，什么意思，没有没有，因为我没有看小地图啊，你们看小地图，可是我那你右边没有人，三四个，我们三四个都在配电视，对，右边没有人，好，都杀了，有没有可能我在右？我没搞，我搞不清楚。没有，因为他有一个小地图可以确认那个房间里面有几个人啊，人数吗？对，啊、指挥室是不是？然后如果刚刚雪兔一直帮他讲话的话，那应该就是雪兔了，因为他因为我们刚刚分析之后，你看，对了，结论不对啊，爽啦！哎呦，为什么你会怀疑我？羽毛超过分，小刚在我后面，羽毛从通风管出来，两个要打呼的。哇！你杀掉了瞬间，我就干翻！我被回报了，我的错就错，我被这边说服了，我就去偷羽毛了。不是啊，因为刚刚没有，刚刚我们有一张小地图，它可以确认就是房间有几个人。对，右边没人。对，右边没人，然后再來就是我们，我已经在上面跟右边很久了。不是，我们是在那个就是很早之前。就是你可能在还没杀，你还没在杀博胜之前，所以那间里面配那个就是配电视是有两个人，就是你跟博胜，然后我们其他人全部都在那个就是刷卡那边，然后我跟他对，不是，那你知道你在被偷什么秀看到鬼鬼北七了？那个小地图是叮，那是小地图是什么啊？来着？那个小地图是在刷卡旁边最左边那边有一张小地图，它那边可以显示大家的人数。哦、不是、okay. 雪兔你在乱什么啦？这是结论怎么乱七八糟？雪兔逻辑崩坏。我想说我想杀了，我想杀了，我要跳人。这逻辑崩坏哎、欸哦，那就跟你说，欸、你们看，我做手扶梯。欸好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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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！就在我弟是在问我弟走的好吗？静悄悄。哎呦，好难哦！不是啊，刚刚明明就那个，然后雪兔不知道逻辑打结怪是不是？那逻辑整个打结，好险我们这边还是赢了。哇，刚刚直接一波逻辑压制哦，各位太开心了，逻辑哥哥，逻辑直接压制起来。好，完成，然后现在是要那个氧气库吧，对不对？哪边啊？氧气，好。为什么羽毛没有过去用那氧气？五六二二零 ，OK。不啦，羽毛刚刚干嘛不过去用那氧气？有鬼哦！哎，他觉得我会去用，莫名其妙。啊，可是他刚刚没有来这边杀我，所以他应该也没事。啊，不是，因为这边有一个鬼龟，所以他不敢杀，合理。配线，就羽毛鬼鬼的哦，鬼鬼，干嘛？博胜，这个其实蛮麻烦的，这个还要走到旁边的地方，那鬼鬼在我旁边，鬼鬼一直跟着我，然后没把我杀掉，那他应该是好人吧？爸，爸。跟鬼鬼一起走，鬼鬼安全。小光，干嘛？捅啥？先去过去，不然等下被怀疑。核反应堆，有鬼鬼，小光，可以，秀康也过来了。好，咪有过来，羽毛没过来，羽毛鬼。羽毛鬼鬼的右半边应该会发现尸体，我觉得应该是博胜他们的尸体，有鬼，有可能。哎，是谁？哦，雪兔在右边驾驶室的走廊。哎，刚刚很多人都来了反应炉，但是羽毛没来啊。对啊，羽毛跟博胜，羽毛跟博胜没来。对，因为我刚才在右边，因为赶不上，我在右边。然后你，然后有人说右边死掉，对，尸体在右边。尸体在右边吗？尸体在右边。对，因为我现在我们都在左边。你刚才 report 我现在是在配电视这里。嗯，
哦，你们自你们自己准备好证词到法庭上讲吧。我觉得没有，可是我觉得是羽毛跟博胜怀疑吧，因为他们刚刚在右边啊，然后视野在右边，因为没有去那个反应炉的。就很可疑啊，这个哪里可疑了？已经有问题啊，只有鬼才会，你知道？对啊，我经过我要到那个尸体旁边的时候，我看到小光跟蜜露从那个门出来啊，那个门，对，右上，右上。你在小光跟蜜露是在反应炉的时候，没有左边哦，没有没有。我看小光蛮早来的，小光我最早到，然后小光第二个到，我到那个比较后面到，我可是我对，我有就我第三个到，第四个是秀康，我最后到哦。没办法，你后面还有一个蜜露，没有，因为我看到，说不定尸体早就死，早没有，但是就是右边很少人，但就是你跟博胜还没有来过，但是你跟博胜就可以啊，可以做。不是，你们可能才是在拿那个汽油那个地方，然后我想说我赶过去来不及啊。是啊，我先想要偷一下羽毛，我想偷羽毛，可以可以可以，但我就是蜜露跟小光机，我会压蜜露小光，不是啊，我投 skip， 我投 skip， 算了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先看，我先看。我也先看，没头、啊。先看。所以他一个的话是不会放逐的。他要过半以上。过半以上。OK， 那就继续解任务。羽毛那边蛮危险，然后鬼鬼应该没事，跟鬼鬼走应该安全，因为他有很多机会都可以直接把我给杀掉，但他没杀的话，应该就没什么事情。会开飞船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一定要过去啊！这不过去的话，一定会被怀疑啊。这个我来，26122 ，OK。这边博胜跟咪露有来哦，好，解除掉了。博胜跟咪露安全，就让咪露直接把我给杀掉就好笑了。不太可能吧？不太可能啊。然后博胜也在。医务室 Q 妹妹，有点危险哦。哇！我看到了，博胜杀人。哎，你刚才从那个尸体旁边走过去，哎，那你为什么没报告？你为什么没报告？因为我看到你，我之后才看到那个尸体啊。屁！然后你就已经回报了。你那个尸体的地方在餐厅，到餐厅往下到那个就是配那个氧气集中给安的地方，我是从氧气那边走出来，你从上往下，你为什么是先看到我？你是先看到尸体才看到我吧，兄弟？不是吧？怎么看到你耶？我觉得那么直接的举报，就先博胜，然后不是就是秀康。那个尸体在餐厅。对啊，我觉得不是秀康就是博胜。不是啊，那就照顺序投下去。我听我讲，那个尸体的位置是离餐厅比较近。他如果博胜从餐厅下来的，他为什么一定是看到那个尸体在看到我？刚才明明就不是这个样子。我直接投博胜了，我直接投博胜了。可以，我直接投你啊，那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很好啊，你就是直接被我现场抓包了啦！所以，因为如果这么明显的话，那博胜如果对啊，如果博胜如果你的意思是说先投博胜，如果博胜不是我跟你讲，显示不出来哦，显示不出来。我在房间里那个视角看不到，然后鬼鬼你为什么会替博胜讲话呢？我没有听他讲话，我听你讲话哎，刚刚真的吗？我听你讲话。哎、欸，这个没有，你刚刚在帮博胜辩护不是吗？这个看不到、喔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，秀康，你不要这样，秀康不要冷静。还没结束，没有啊，我没这样。鬼鬼，我信鬼鬼啦。然后我因为博胜刚刚其实真的是蛮容易被怀疑的，因为他那边真的是有点鬼，所以这边我是会怀疑他，但是另外一个人抓不到啊。另外一个人抓不到啊，不知道是谁，还没有露出那个羊角，对，还没用露出羊角。好，我们这边任务都修完了。哦，迷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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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着我，跟着我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在那边干嘛？吓死我！那边已经没有任务了。我现在要怀疑任何所有人，我只接受鬼鬼的那个鬼鬼的召唤。我只接受鬼鬼的召唤，我觉得太危险了。我只信任鬼鬼啦，因为鬼鬼有太多时候是可以直接把我杀死。Q 妹妹也是蛮可怕的。那我现在任务完成，我也不知道干嘛。哦，
氧气，氧气。我在上面的，我在上面的。61858，可以。好，救我了。迷路，不要给我开镜。哦，鬼鬼，鬼鬼，鬼鬼，这边应该有可能是好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定期关心，冷却一下凶手的刀。定期关心，定期关心，差不多了。怎么办？这没有人死啊！目前我的任务都解完了。没有啊，没有没有，这边没有要问大家，没有要投票，只是来关心大家而已。对 对，关心一下。谁还没解完？啊，我解完了。还有，我还有。你还有几个任务？快了，我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马上。我刚刚就是要解完一个，然后就突然急。哎，鬼鬼来问问那个问题啊？请问有几个任务？虽然我也不知道啦，不要偷我。我没有记，不要偷我。我现在没有怀疑的人选。对，我也没有，因为刚刚一开始最先就是羽毛跟那个博胜在比较旁边啊。嗯，还是你们要？等下还有一个，我刚刚有点想怀疑。羽毛有说我跟小光很可疑，但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跟小光很可疑。对。所以是你比较可疑，还是小光比较可疑？我觉得小光有在做事，所以我应该不会，目前还不会怀疑小光。我真的有在做事，对。我没有上去，上面那个氧气是你捡，对，那是我捡的。刚上去的时候，我看到迷路是往下走，可是应该是他去另外一边，因为我是往上走啊，我是捡上面那个，我是看到秀康在捡那个，秀康在捡那个 O2 哦，是的，嗯，没有错。所以秀康这边排除嫌疑吗？目前就赶快把任务解完，应该就赢了。对啊，我们把任务解完，人数应该就剩一只了，不会输啦。对，就算有两只鬼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，因为像羽毛跟博胜那边一定有出一个，因为他们那边有尸体，所以现在只剩应该只剩一只，应该只剩一只。所以就加油吧，伙伴们，加油！应该是赢了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赢了，我们赢了。安静，安静。对，鬼鬼这样分析我觉得合理，而且一开始我们就是那个博胜跟羽毛那边其实是有尸体的，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有一只是狼，好不好？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剩下那个咪鲁跟那个秀康把任务解完，这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那边怎么会有那个啊？会有那个指标啊？那是干嘛的？要干嘛？哦，全部都要那个是不是？加油！任务解完就赢啦！谁？这样？来。等一下，我哲平，你还是追着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我已经没事干了，我是定期关心。我这样，我这样会直接举报。你不要乱举报，没事好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讲。你刚刚说你任务还没做完，我关心你，看一下你还有什么东西没做完，好不好？没事，剩你了，好不好？来，任务禀报，你做完了没？你做完了没？我先讲一下。我刚看到咪鲁走进去那反应炉，我想说哦，咪鲁去捡任务，我偷看一下干嘛？然后就突然冲出来，然后开始追着我，追了半圈。我看，我中途有做其他的事情啊。小光的东西不用讨论，他是被害妄想症，不要理他，好不好？来，下一个。我跟你讲，哲平为什么是？因为他有好几张桌子吗？那个桌子哦，那我就看到哲平跟在我后面想说，那我走另外一边，我觉得因为我就可疑嘛，怀疑一下。哲平就一直绕着我这餐桌，不是？那你不是没事吗？你不是没事吗？干嘛、啊？不要这样！我跟你讲，现在不要杀人，对我们来说比较好，好不好？没事也要避免自己被杀。好，现在没事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学小光被害妄想症，好不好？没，搞什么鬼？我们解完任务就赢了。不是，现在任务还有谁没解完啦？任务到底谁没解完啊？剩一点点，那谁还没解完？不承认哦，是不是？幽灵有没有解完？幽灵，你们可以做事情，好不好？幽灵，别闹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因为被我们怀疑就罢工，哎，雪兔要做事，哎，雪兔，幽灵没解，羽毛不算，要记得解，哎，不要做事。后面你不要再追到后面了，你再追我就直接。好，我不追你，我不追你。我跟你讲，我先发不自杀声明，我要是死就是咪鲁。好，如果你还活着，你就被害妄想症好了，就这样盖棺论定。解完了在大厅集合还是？好，我大厅，我大厅集合，我大厅集合，好不好？好。
笑死我了，然后我就在大厅不动啊，怎么样？搞毛鬼？我们就大厅不要动啊，来啊！就剩下秀康还没解完。哎、欸、哦哎哎、欸，他会缩超小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他会缩超小圈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赢了！耶、欸！哎、欸，他刚刚怎么？他刚刚怎么缩这么小圈啊？是秘鲁吗？秘鲁。不是啊，超难的，我真的很难，很难，很难啊！我要准备杀人的时候救 CD， 我就觉得你们有病。要彼此关心一下。对啊，所以鬼是博胜跟米鲁是不是？对，我跟米鲁。博胜，你那个现场就被我抓包哦。哦但。但是我还是得否认啊，要不然我要承认是不是。你一个毫不犹豫哎、欸，更人家走过去说：“哎、欸，我要再买一个礼品，然后直接把我杀了。”